因为在这个末法时候这种现象，坚定信菩萨呀、啊、看到这种恶事啊还没完没了啊，一直延续下去啊，这个恶业的众生越来越重越来越重，在那时候无尽那个坚定信菩萨就看到了，他说那未来怎么办呢？我今为此啊，末世呢是相法将近，咱们现法已经尽了，是末法了啊。这末法中有微少善根者，那我们现在都是有善根的，但是我们读诵大乘经典的善根很深厚的。是不这个坚定信菩萨请求的意思呢，就是这个含义，说那个时候五浊恶世相法已尽了，进入末法时代了，但是还有一帮的善根微少，就是有些有善根的道友们啊，他们应该如何的方便来化导他们，他想请佛说法啊，也就是请给我们大家说的啊，另生信心，使那信心坚定，没有衰老。因为这些个众生啊，遭遇那个时候是末法，是恶事，障碍太多了，多障碍过。结果他发起善心来了，磨练的他受不了，善心退了。这个我每位道友可以自己的回忆啊，你自己精进如何呀？你是24小时都念生死吗？哼，我没这么做，但是我一天总要念几遍，不是24小时念，但是我睡觉绝对念，明天爬起来爬不起来没一定，说不定睡睡就死了，这个生命给人没付出来。但是回一下我今天都干些个什么事儿？离开三宝多远？是向三宝靠拢啊，近距离吗？是远距离？这个自己都很清楚的了。说这一天我念佛礼佛念经，或者是想帮助一些众生啊，念念佛大慈悲心度众生，我这个心多，还是起贪嗔痴啊，为自己名闻利养啊，为自己身体健康啊，哪个心在诚再多？所以呢，在这个坚定信菩萨请问如来啊，在这末法相近善根微少的众生，那假什么方便善巧更能引诱他们不退信心啊，也不退他的善心，在这个世间出世间因果法里头啊，一点疑惑没有，得有这种法消除他的疑惑，因为他有疑惑不能坚定信心专求善法，这类众生是可悯呐、啊，可怜悯。坚定菩萨坚定信菩萨向佛请求主要的发起因缘，就是说我们末法众生疑惑不能坚定信心，也不能坚定求善法了，所以这是坚定信菩萨对这类众生啊最怜悯的，因此他在向佛请求。那么自己感觉着我们每位道友都可以对照啊，凡是讲哪一部经说哪一部法是要么去做的，不是说说而已的了。那说他有什么用啊？说我们种个善根，种个善根不可靠，最好你行，行了才能得到。人家说这桌饭很好吃，
你不吃你知道吗？究竟好吃不好吃啊？你得吃下去啊，万一肚子很饿你又不肯吃，那该怎么办？你还是得不到，饿还是饿。说我们现在善根减少啊，可能么有些个道友，我听见很多人他很满足的了，因为他信心很够了，我就批评他们啊，这是不够的了。佛所说的教授我们的方法不是随便我们自己下定义的，你自己可以拿圣教量，拿佛佛说的经法，你对照一下，你是不是到那个位子上了？没到那位子上就说你信心不够，信吗？对，不信拿经上对照一下，什么算有信心信位的菩萨？有标准的，觉知前念起呢，只是后念不起者，说你入了信位了。真正的是三宝弟子，信佛、信法、信僧，没有信位，那就培养信心吧。但是这个有圣小量的。有佛说的一切话你可以比照的了，你连信位都没够，你能免了生死吗？能不摧轮回转吗？在华严经上讲，入了信位菩萨能够知道我念头不对了，觉知前念起乐，这是后念不起者。如果我信心满足了，信成就，信成就了，登了初住，是什么景象呢？神通广大。咱有信心吗？神通广大到什么程度？能到100个世界，这四现成佛，化度众生。这《华严经》上说的啊，不是我随便说的啊。这叫实信满心。咱们现在是心要心，对佛法非常的信，非常信要啊，信没入位，咱不能够前念起乐，只去后念不起。如果哪位道友你感觉我没得乐念了，纯粹是善念，一念乐心不起，你也是信满足了。如果没有，对谁要不高兴你还发脾气，这是不行的啊！所以在这四缘当中，在生老病死苦当中，特别在病的当中，他那病严重的时候，痛苦要厉害的时候，你早把佛忘了，刮骨痛去了，你能相信佛给你能出灾难吗？要有这个信心，把一切交给佛菩萨，那你有这个信心呐，你的病你不要管它，两种，一种寿命尽了死，那死了你得是善地呀，你不会堕三途的，绝不会堕三恶道。现在我们在座的佛弟子受过三皈五戒的，死了绝不会堕三恶道，这个信不要疑惑啊，坚信不疑，生生世世向前进。但是呢，你如果有发极乐寺的愿，在你临终时候你发这个愿，但是平常得训练呢。怎么训练方法呢？你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将要睡眠，没入睡眠的时候，你要发愿呢。第一个，我把我今天所做的事情合乎佛教的，增长我信心的，能对众生有利益的，我愿他增长。我今天做错了，心里想错的，说错话了，我向三宝忏悔，完了再入睡，
你每天晚上一定要做到这个。说白天呢，不能说我们做的都如法呀，我们那信位还没入，还没登到出处呢。一天的不要拖延，当天忏悔，当天发愿，他渐渐就增长了。你发愿长了，到时候要睡觉，似乎二乎迷迷糊糊的就发了愿了。这个事儿我常有，但是不大清醒了，忘了，一下想起来了，赶紧发愿啊，发愿。但是以后就不忘了。你说这是假的吗？这比什么都真，比你吃饭穿衣都真。到你临命终时候，你可得到大利益了。希望大家不要忘记，这叫善用其心。在这个坚定菩萨跟世尊说：“世尊呐、你是大慈大悲的，你是具足一切智慧的人，你是宗了。你可不可以行个方便呢？说一个方便善巧的方法，让大家得利益。因为我们末世众生疑惑太多，以往啊，另立以往。说很简单的话，有很多人，我在五台山时候到山上问我，说师父啊，我念佛好多年了，我临终能升极乐世界不能啊？我说你怎么问我这个话呀？他说我念了很多年佛了，好像什么效果也没有，什么感应也没有，那我临死能升能升？我说升不到。他说为什么？我说你问我就升不到吗？因为你有疑惑，升极乐世界的没有疑惑的，要疑惑还能去得到吗？你不相信吗？我说你以后把这个念头打消，生在决定上，你有疑惑去者是不去，你根本就没下决心，你对佛法怀疑，那你还能得到吗？说我劝诸位道友，不论你学哪一法，你不要怀疑呀、这个怀疑是最大的障碍，总怀疑自己，哎呀，我功力不够啊，我业障很重啊。我常听每位道友跟我说，我业障很重啊。再给他相信，相信他业障很重，他不相信他佛性与佛无二无别，为什么不相信呢？这就是业障重的表现。这不是业障重表现吗？我相信我作为道友，如果你以前还有什么疑惑，对，我是根据佛说的，我跟《华严经》说的，我不会骗你们的。你先把疑惑除掉，疑惑是十烦恼之一。这，你对佛法不要生疑惑。假使你有个疑惑，你什么也学不进去，你什么也得不到。疑是障碍，是疑惑，是你的惑呀，你的业使你怀疑。你入了佛门了，相信佛所说的话，不论佛说哪一句话啊，在我脑子里头啊，我脑子里头啊，没有什么大乘小乘，不要去分别那个。你念一句阿弥陀佛是大乘是小乘，有的经告诉你是无上乘。如果你念念说阿弥陀佛就是我，我就是阿弥陀佛，你是无上乘。大小不是佛所教授的法大小，而是众生的心，苦尽灭道。如果是你当你受一点灾难苦的时候，当你受苦时候，你第一个念头，我这个苦啊，我但愿众生不要受这种苦，众生都有这种苦，那你第一个念头一想，但愿众生，不是小乘，
苦尽灭道，谁都知道吧？苦啊，是人间也叫苦嘛。但你把它，但你心把它化了，那就是大成。是缘人受法，无法不缘。说那是个大根器的圆满的人，他听什么法都是圆的。我是你这个心地很狭难，就是再大乘的法，你都华严也不能了生死，那小乘法也不要，也不是。法无定体啊，一切法没的大没的小，这是众生心，是缘人受法，无法不缘。你一个小乘心的受法，法就是小了。说你对什么都怀疑，那你什么也进入不了。一定要不要怀疑，令理以往。但是有个分别哦，相信佛所说的话，不怀以往哦。不要相信人，要相信佛。往往的我们道友们，就是学一部楞严经吧，五十几家注解，各知各见。学楞严经的跟楞严学楞严经的，就自己又闹不清楚了。挺好，学佛，你的疑惑就没有障碍。信心增长，不论哪一层，很快就怀得了。这是坚定信菩萨请佛说，说有这么样，有没有这样的好的方法，令一切众生都不怀疑，把他学佛的障碍、学法的障碍、修行的障碍都给他取消，信心永远增长。随便修哪一层，修哪一层，很快就得到不退位了。这是坚定菩萨的愿力啊，这几句话是他的愿力，他愿佛呀说这么一个好的方法，让众生不退，得到利益。但是我们这样的呢，我们在这个地方，我每一方啊讲到这地方，看到这地方，这是菩萨的大慈大悲心。因为末法众生疑惑特多，他的请求佛说一个不让众生疑惑的方法。这个方法呢，就是我们消除业障啊，最好的方法，让佛请佛说啊。因为坚定信菩萨看到我们末法众生啊，什么事儿都怀疑啊，也不是在怀疑，社会的动向使他怀疑。那坚定信菩萨这么一请求，佛就告诉他了。佛告坚定信菩萨，那他请了佛就得答复他呀，不能答复他，因为他请求很好的，说是说善哉善哉，善哉就是甚好的意思了啊。你问得很对，问得很好，很合我的心意，是人是我意。赞叹坚定菩萨很好。赞叹完了，佛该说呀，佛不说。赞叹完了，他又没说，没说他就介绍一位啊。今此众生有菩萨摩诃萨，名曰地藏。说你问的这个问题要非常好，问得非常及时。但是这个问题呢，我介绍一个人来跟你说，说这个法会当中有位大菩萨，他名字就叫地藏。你就把你这个所请问的事儿来请问他，他会给你一个善巧方便的离众生的方法，他会开示言说，能满足你的愿。这是从事上来讲的。
那从道理上讲，啊，为什么佛没说要叫地藏王菩萨说？因为你看到下文经义才知道，咱们这个这部经叫《占察善乐业报》，佛治过戒，不许他弟子算命啊、打卦呀、啊、批八字啊，一律不许啊，说这叫邪命啊。他问这个，佛知道在末法时候，如果会算命、会批八字、会打卦，那就太好帮助人家。但别人把他弄到邪门去了。这个占察末轮法，佛知道地藏王菩萨一定说这个法，所以佛教的说他请问得好。快说，菩萨嘛，行方便嘛，度众生嘛。不用佛治过戒了，佛不能说，这是这种含义啊。这种含义不是我说，不是佛说的，是我想象的啊。那为什么佛不说叫地藏王菩萨？地藏王菩萨一说呀，就要么占察末轮，用末轮相法。换句话说呢，这里头批八字相面都有了，那189种里头都有，讲到文了再跟大家解释。但是这位菩萨的名字呢叫地藏，地藏，地藏的名字从它含义上说，咱在这先讲了啊，到文了就不讲了啊。地是大地，咱们说明白大地。那么把它用理上来讲呢，什么的心，说心地法门，说占察善报业报经啊是心地法门，大乘大济十论经啊心地法门，地藏经啊是心地法门，这三个都是一致的。因为大地含藏无量无边的功德，咱们所吃穿用一切众生的生活全出于大地，大地是我们最亲密的与一众生的父母。因此呢，这位菩萨名字就叫地藏，大地含藏无量什么呢？众生的生活生命，下地狱那个地狱跟这个地狱跟这个大地一样的含义。从什么讲到地藏经讲过地狱没有，地狱没有为什么要下地狱呢？等你犯了罪就有了，相信吗？这我跟大家简单比喻，土生监狱有没有？我的印谁都有啊。你住过吗？谁住吧，对你没有，我去过啊。净耀法师领我去到那儿给人家讲讲，土城监狱啊，台中监狱我都去过，但是我不是下监狱去的啊，不是住监狱去的，就给他们说法去的啊。因缘不同，对，有根本没关系，等于没有。我没做错事，地狱是唯心所现，当你犯了罪了绝对有，你没那个事情绝对没有。三宝弟子绝不会再堕地狱的，因为三宝加持力。但你破坏三宝，犯了三宝，违背三宝，那就要下了。因此在跟这部经同时地藏菩萨说的，在一部大乘大济十论经也是这样问法。那时候有一个大菩萨问地藏菩萨，那个大菩萨叫海慧菩萨，海慧菩萨啊，他看见一切大水呀、啊，尽虚空遍法界都是大水，
因为它是水，嗯，同时大水过后了，完全是空的了，大千世界所有那个大水什么都没有了，完全是空的了。为什么？虚空藏菩萨来了，虚空藏菩萨一来，他的神通所显现的大地全是空的。海会菩萨来呢，大地全是海，他不伤人的啊，不会淹人的啊，这个形容着。地藏菩萨来，各个地增强增盛，物质饱满啊，就是大菩萨的威力。这是福袋说的啊。佛教他去问地藏菩萨，坚定心菩萨就怀疑了，就不高兴了。他说我本来是请佛说呀，佛你为什么不说呀，叫我去问地藏菩萨，是吧？是坚定心菩萨福白佛言呢，说世尊呐，你是无上大智，何以不说？什么原因你不跟我说？你不说吗？而你介绍让我去问地藏菩萨言说，又令地藏菩萨言说，他产生疑惑了。咱们听到这部经，坚定信菩萨是信心坚固的，是菩萨摩诃萨登地的大菩萨，他请法是带众生情的，他是因为大悲心，知道一切众生对这件事儿啊都是怀疑的，他代表众生向佛请法。佛是一切智人，自己不说，还要请我去跟另外一，请令我也让我去跟另外一位菩萨去问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在怀疑上增加怀疑。佛就向他讲了，说佛告坚定信，莫生高下想，你不要因为佛说的就是一切法，地藏菩萨跟我一样的，没有高下，就佛即是地藏，地藏就是菩萨。所以在地藏经上讲，地藏经第二品，佛跟文殊师利菩萨说地藏王菩萨他可以久已成佛，是因为他的愿力，他要度尽众生方正菩提，这个我们大家都是知道的。说在这个会上，佛对坚定信菩萨说，你是不是因为我说就对的，地藏菩萨说的不对啊？错了，地藏菩萨已经是佛位了，不要生高下想，因为一切众生不知道佛跟菩萨的区别，那么因为佛是高，菩萨就要低一等，这是凡夫心理。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看到文殊师利菩萨，文殊菩萨是七佛之师啊，七个佛都他给七尊佛他都教授他们，给他们当老师啊，而他久已成佛的啊，和观世音菩萨，咱们看他站在阿弥陀旁边是侍者的样子，观世音菩萨久已成佛了啊，不要是干下想，不要以为佛就高菩萨就低，这什么凡夫妄想分别，就连那个坚定信菩萨也有这种分别，这都是实现的。如果是坚定信菩萨有这种区别，还叫坚定信吗？他已经成就坚定信了，这是给凡夫做榜样的。要是没有坚定信像佛这样说，那我们的心里为什么佛不说呀？要找个菩萨来说，因为佛比菩萨要高一等的了，因为我们修行就是经过菩萨位才能成佛嘛，
有这刀下乡，所以这个把这刀下乡取掉。有时候催己，催己呀、啊，就是把他的己门所修行的显现。那他说己门的时候就是菩萨，说本门的时候就成就了是佛。所以在那个地藏经上说，释迦牟尼佛跟地藏说，我并不是在这个世界都是现佛身说法的呀，我也是现菩萨，是现众生，九法界都是现。对，因此我们大家也得有这个思想。像文殊师利菩萨化现个猪，这个在五台山里看的故事当中，文殊菩萨故事当中啊，有故事叫猪，他化现一个猪。那怎么知道文殊菩萨化现个猪呢？那有一个老修行在山里头朝五台山的时候，碰见他要下山了，那就一个放羊的老头，放牛老头给他写一封信，说你拿着这封信呐、啊，你在路上跟我交给他交给这个，交给受信者。那么这个人呢就接受了，说你托了，说你在路上一定遇到他说什么弟子，没弟子听见人家喊你就给他完了，他就交给他这封信，他到那儿，到那儿，这个其实地藏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呢是像一个猪，他拿这封信听见那个猪主人喊这个名字，嘿，他一看是个猪，这个老和尚管他是猪是人呢，给他就是了。不和这个猪，他把这信给他这个猪啊，也不晓得看没看了、啊。猪这么一立，立起猪就站起来了。猪本来四条腿，两条腿在地下，站就这么死了。这说是文殊师利菩萨化身，那个山上那老和尚还是文殊师利菩萨化身，说你该回来了。别人打开信一看呐、啊，信里头四个字，你该回来了。那猪一站着就死了。这是圣境，圣境呢就是世人圣现的境界，他什么都现的了，化现化现，化现不是真实的，真实的是业，真实是业。因此佛跟观世音菩萨说，你不要生高下想，就是说我们道友们不要生高下想。现在这个占察业报经是我讲，但是我们底下道友比我讲的好的多得很，不一定啊，不要生高下想，是平等平等。佛就跟他说了，慈善男子，这个慈善男子谁说的？就说地藏菩萨。佛给他介绍地藏菩萨吗？说跟着坚定信菩萨说，你不要生高下想，你知道地藏菩萨吗？这个善男子发菩提心以来啊，他已经经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，把阿僧祇劫说到无量无边加上不可思议，没有时间相，那久远了，就已能住娑婆罗海，他早已成佛了。说一切自海，娑婆罗翻一切字啊，一切自海功德满足。那他为什么还没成佛呢？以本愿力故，他自在的，因为他愿力就是度尽众生方正菩提。这两句话我想每个道友都记得，地狱不空誓不成佛，这两句话我怎么解释，大家怎么解释，我解释大家看对不对。地狱本空，
地藏久已成佛，佛菩萨示现各种身，所以他应以菩萨身得度者，他示现菩萨，大家看看，一切菩萨都是穿的在家衣服，留着头发的，都穿着璎珞呀，满身珠宝，宝气十足。哪一个菩萨不是宝气十足啊？那宝都是无价宝啊，恐怕咱买都买不到的，不是人间的宝。为什么地藏菩萨剃脑壳？菩萨当中只有地藏菩萨现的是比丘身，这是极其特殊的。所以这段文就证明啊，他是以本愿力故化现的，不要当成真实。说地藏菩萨从他发菩提心行菩萨道，经过那个时间呢，没法计算。阿僧祇是无量数，没数字的，把这个没数字的经过无量无边，阿僧祇就是不要以时间、地点、数字来算，因为在一切菩萨示现的时候，这是示现的，他因为怎么样令众生得到利益，能众生得度，以此为主，对。所以文殊师利菩萨在五台山什么神都现，刚才我举个例子，现猪，现猪，那不是人了，猪也可以现一些众生，为什么他要现猪？当有注解时候，就是我刚才那个薄荷，薄荷他把那匹猪啊，他能把那匹猪，那个主人对他特别，对这个薄荷特别恭敬，吃的呀、住的呀，都是打扫干干净净的。那个主人养活很多猪，那猪养的又肥又胖，要杀哪个猪，那薄荷就那么拱一拱，那个猪就出去了，叫他去杀去了，有次序的。这是不可思议的啊！那个故事还很长的呢，我是简要介绍一下。佛说地藏菩萨虽然是在一切佛度，是现在一切佛度普佑一切刹度，常起功业。那说的菩萨地藏菩萨化现呢，无边际无处所，就是五浊恶世当中，他在这一度，就是我们现在说起这个娑婆世界，因为他化度众生的缘呢特别厚，尤其是他的本愿力、发愿、熏习的力量，说愿意带众生受苦，视线跟众生一样的，所以我们看见《地藏经》说，地藏菩萨化现身，比我们这个世界人类的人还多，无穷无尽的，他到无量世界去，但是他留着愿力的熏习，愿力的熏习，视线种种的众生的相，不一定都是现在菩萨相。到地狱他就现地狱相，他感应到什么程度呢？像我们的这些道友们对地藏菩萨有感，是求有感的。我讲一个没感的故事啊，地藏感应路上的一个木工木匠，他在这个走路上啊，看见这个烂木棚子里头有一个那个一根棍儿，一根手杖似的。但这个棍儿很不同啊，拿起来看呢，这个手杖上的头上呢有个像，看不出来什么像，
黑黢黢的啊，他就把它捡回来了，立在他的床头，他每天摸一摸，感情呢没什么感情，尊敬呢也没什么尊敬，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嘛，而赶紧跟铺子跟别的魔棍不一样，就这么一个姻缘。这个人的夜报害上那病，那病嘛，大概所造的那业啊成熟了，我抓现地狱去了，下地狱了，看一个出家人和尚来了，那个阎王爷一看见那个和尚来了，下了龙王王座呀，就给那个阎王爷给那个和尚磕头。他看这个和尚好像很熟，哎呦不认识，怎么回事闹不清楚。就看那和尚跟阎王爷说了几句话，和尚就走了。阎王爷就跟他说，说因为地藏王菩萨来跟我说，说你是他的护法，说我放你回去了，你好好的以后修行。这人在这个梦中了，跟他复原以后，他说这个和尚幸好没有啊，我没有跟他接触过呀，他怎么会救我呢？他突然间看着他那个棍子上的头签啊，有那么一个和尚像，哎呀就像这个，这回他就不当手杖了，他就供起了。以他这么样跟这个地藏菩萨姻缘，地藏菩萨救他了。咱们大家想想，咱们读地藏三经的道友们，地藏菩萨能不救吗？当你念过地藏菩萨的行不得，你永远想到永远不会堕三恶道了。